肖战被问杨紫做你女友怎么样，他回应了九个字，李现该高兴了。对于演员肖战，我们是一定不陌生的。在今年的陈倩令中，肖战可以说是一炮而红。在最新的新作中，肖战与人气女星杨紫合作的一部新剧《余生请多请教》即将上映，网友对于他们的情侣 CP 也是非常关心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娱乐圈中有不少的演员是在剧中饰演情侣，最终因戏生情，从而成为恋人，走入婚姻的殿堂。杨紫与肖战现在也都是单身，并且没有绯闻女友与男友，对于他们合作的这部情侣饰演网友自然是颇为期待的。